天见。明天见啊。慢。谁的电话？急得那个样子。还不是为了买卖吗？买卖怎么样？很好吗？呵，这么漂亮的装潢啊。装潢虽然漂亮，可是买卖还是不行。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茶叶生意做了这么许多年，到现在刚弄清楚什么是什么。龙井，雨谦，龙井，雨谦，李乔，李乔，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尤其是这倒霉的茶叶买卖。从前中国的茶师是没什么话说的，可是现在都被外国人占了上风了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想法子改行呢。改行？真的，我给你看。什么报？你瞧，我正在小组标经呢，可是我一样都不会。老陈，刚才我看了半天，我还是不懂啊。那有什么难呢？只要你上交易所去几次，你就完全懂了。哎，现在我们一块去好不好？好啊。而且偶然尝试一下，要是顺利的话，有我的份儿。有我的份儿啊？当然，当然。